OK 啊。先打多少？打多少？好，因为只需要甜度而已。好，像甜度，我相信你绝对可以放心了。好的。需要袋子吗？不用再好的，那如果你要吃外表比较酥脆一点。来，这个 paper 好了，放我这边热着，我怕一点。OK， 没问题。好。你要吃酥脆一点的话，你大概十几分后就可以吃了。然后你要放久一点，没问题的。OK OK。好。不同口感。一样。Yeah。OK， you can try。谢谢，谢谢。是神奇的店。Oh, I got the boy. Grandma!